不是我说你啊，大哥，就你干这活儿还敢要一天300，哼，我感觉30都多。老弟啊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，我要你300块钱，哼，一点都不多。你就看我干这个活的质量，10里8村肯定找不到。大哥，你还别说啊，还真是，别说10里8村了，我估计啊，300公里以内啊，我都找不到第二个。说真的啊，大哥，我感觉你不是在砌墙，哼，我感觉你在推墙。老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小看这砌墙，这砌墙，哼，是讲究方式方法的。对了，我们这行还有一句口号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不是我说啊，大哥，这好不好的倒无所谓，你这么砌还能结实吗？老三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砖要竖着砌，哼，承重啊才给力。你就尽管放心啊，如果3天内塌不塌，哼，我就吃屎。哎，老三，今天你怎么自己干上了？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他们给我砌的墙，哼，我都不放心。我感觉还是我自己砌的比较好，想怎么画，哼，我就怎么画。